晚安。等一下。晚安。土豆晚安，落日下晚安，四眼晚安，呆呆晚安。怎么会回复四眼？安的哦。谢谢落日下送的人气选票，普通福袋。变态，谢谢你们，晚安。Happy 的晚安，富伟晚安。等我一下哦。大家晚安。可爱的欧洲人 ，Hello 阿尔法。DJ 晚安。Hello 钢铁晚安，谢谢超可爱，谢谢。早安，早安吗？好像有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谢谢 DJ 送告白气球。今天恭喜超级奖券，谢谢。你平常更可爱呀、啊，有吗？晚安，念念晚安。吃三碗饭，安安晚安。这是谁啦？谢谢九班送的新之冠，天天晚安。卡丘晚安，幼鹰晚安。为什么要把气儿？哦，又不是啦，我不是，我没有。可是我跟你们说，我第一个。第一段副歌跳完之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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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然后我就慢了，我就反应慢，我就转过去，我就慢拍了，然后我就慌了，啊，我就完了，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后面我就一直想要把它甩掉，因为它在那边会就是很可怕，所以我就会甩掉，然后后面整个行程我整个动作就慌掉了，因为。很可怕，对，我就慌掉了。安全吗？谢谢 ，Hello 杨雄青苹果啦 ，Hello， 谢谢大家分享直播间，晨晨晚安，五早味，晚安。那可能是，然后我后面怎么边就乱掉了呢？我就乱掉了。小慌张，我跟你讲，我恢复那个记忆的时候是在第二段。都不要偏心，哒哒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后面我才开始恢复记忆，对我后面就顺了，还是一点点。装备有问题，假装没事解决。不是，我跟你们说，我那个我是那件企鹅装，我是第一次穿着跳，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静静看着我搞笑，我真的没有搞笑啦。还是你滤镜开太大，可是你们都好像没有看到我跳出，可是我好像跳出一堆，我后面整个慌掉。你问塔瓦哥 ，Hello， 西西晚安，节奏还蛮快，最近刚刚平复，大家看不出来。嗯，就乱掉了。然后我下台，我就觉得你对不起其他人。感觉拍子都是对的。你没有看到我第二段副歌多慌张吗？我第二段副歌就噔噔噔噔噔，等到我手机上去，然后大家还没上去，我就就乱，直接哭出来，你哭出来。真的假的？想看偷懒？你想偷懒？偷懒吗？偷懒在楼下睡觉。阿发不是有安慰你们？没有，我一进去我就怎么办？我跳出，他们就说没关系啊，就是之后这只是第四本，还有之后还有机会跳好。你有问题吗？你有发现？难怪口罩厚厚石头，石头吗？看看呢。
我们要放 BNK 的企鹅，因为我们的 MV 还没出来，所以我们只能先放他们的。谢谢 Akira 送的普通福袋，他的福袋我可以抽吗？还是他就只是叫做福袋，我是不能动他的？没问题吗？我觉得问题很大。我觉得最好，我后面在看影片就是回顾看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个是那个 maybe 的时候，我要搭熊妹的肩膀，我让她跑过去，她说好熊妹跑太快，我就啃不着，追不上。两周年快乐，我还没一年，TP 两周年。好恩，太多太多太多，一二三，一二。就这一段的，谢谢一德送福袋 ，Hello 一德，谢谢跑车直接去哭吧。他会坐哪里？金姐大叔。那会不会不算了？开始在检讨，不要啦。哎，可是我觉得我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尬了吧？我觉得，而且我这次表演的时候我没有紧张，我最紧张就是气了。小一文。你有没有看到、我下次一定要报仇，不是报仇，我一定要跳好。根本不是跳这段。什么？鞋子喷手？不是鞋子啊，是手。手飞出去。确实吧。哦，对啊，我们要找谁报仇？但是我要为自己血耻。我要找那个手套。那个日安，谢谢送人气闪闪。你觉得你很棒？谢谢台湾哥小新闻。哦，对，那二周年居然是我生日当天，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我生日，居然，哈，找你。你没有看今天那个吗？今天 AKB 有上那个节目，然后就有很多衣服，很经典的衣服。鞋子喷水也很刺激。我跟你们说，我的鞋子超大双的。要点心酸，推荐切士。喂，哎，不是这样吧？其实我不会排斥聊这个啦，因为我觉得没什么。
空影 ，Hello。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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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惩罚我派。哎，你可以去帮我拿牙套。可是我才刚上。拜托，我都是你牙套，我不能让它我的牙齿坏掉。那你没说，哎呀。你那时候失去平衡，你会坐在地上？我没有坐在地上了，我只是长得比较矮而已。你说什么？你粉丝说那鞋很贵，好穿吗？好穿吗？好问题，它鞋子底下是真的很软，真的很软。那个鞋子超像雨，它是雨鞋，它就是雨鞋。我们来听什么？听什么？这是一个很小众，天使无双带来小众哈。好，你说。底部很软，它真的很软，它雨鞋，对，它雨的法国字，我觉得很厉害。我第一次看到，我就哦，因为那双雨鞋，我之前在那个蔡姐的那个 IG 上看过一模一样的鞋子。你没有看过那双吗？蔡姐在她的 IG 上有发过一模一样。原神级别现在挺好的。真的吗？刚刚大家都说的呀。啊？说什么？写鞋吧。被涂抹吧，真的假的？这也太开心了吧！那被涂抹。居然，他 River 是有慢半拍，有吗？有跳，嗨上庭，他木椅抽奖 ，Hello， 没有第一次看就是两千。上面去哪里？我没有，我今天不是我生日、欸，我今天不是生日，我是十月九号生日，是每个人量身定做的。我不是穿我自己。嗯。不是啊。小队有去吗？没有，没有。命 ，Hello， 晚安。哎，真的没有什么，你不要在那边，你们都太脑补了，太脑补我会伤心难过。我看到你们讲的时候，我很想笑。我真的没有那样子的。可是唯一讲中的一点是金界大叔讲的。嘿，没就对，不要在那边想。蟹头没办法盖住整个脸。啊！前年今年我没有去，我那时候在干嘛？啊，我是在日本玩男的时候。对啊，你讲，你不是说什么？现在，说谢谢。什么说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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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啊，不会啊，不是啊，今天说什么？第一次我忘你讲了什么了，反正就是你讲这种完完全全讲这种，就是我的心情就是那样子，就是那样子。再第一次看，对啊，哈克哈罗，你也跟大叔一样结婚？对啊，我也觉得，我可能是大叔的什么大妈，没有啦，大叔一样结婚，真不行呀。我看一下你说的什么，我忘记了，我脑袋怎么变这样？打不呀 ？Hello， 手套，猫熊，对，就反正是说对就对。而且他倒是没有影响到别人睡下去，不是我这次影响到表演的呐。我觉得应该是超级自信，因为取得气氛的，对对对对对，意义重大，很大家很努力练习，所以当演出就很自责，嗯，就是这样。完完全全没错，深深的爱。加上 Hello， 不会啦，我怎么会呛你呢？是不是？我人这么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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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我们草组有人唱过了吗？完整版是没有。Jeff， 晚安，恭喜七二选八，谢谢。哦哟，手套飞出去，这就是一个。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我粘的超紧的，结果啪，我就想我怎么松开了，吓到我。好像没有，那你们就等 MV 出来吧。现在多少人怎么想我吗？我是乖小孩，我是乖小孩啊，我都乖乖的练习。看得到山顶的扇子吗？我跟你们说，山顶超暗的。有时候你现在你有传给我的，我有看到，哇、哦，真的超漂亮的，这个手工艺真的比我还要好。但其实不还是全身比例好，整体看起来特别娇小。我很矮哦，我才158哎。噔噔噔噔噔。你在干嘛？你要把它转低。对。那你为什么不把桌子弄高？因为桌子很。换桌他扶的 TP。他常常丢，我们要弄丢，然后我看姐姐，然后肉肉就说。谁的手套？我就说对不起，我的。我就说对不起，我的。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不要去捡？你在干嘛？你看不是不管三年，不管三年。好啦，就是看你，每天都很忙。我跟你们说，我在那个 Only Today 的时候，最后面当当当当，我一个转的时候转到背面，我想说为什么转不回正面？然后我想说那没关系，我直接在正面好了。噔噔噔噔噔噔。我自己都吓到，为什么会转背面？只情何以堪？哎，没事啦，没办法，因为我都在后面，对不对？我第二首没有跳错，我 maybe 没有跳错，我 maybe 没有跳错 ，maybe 跳超好的 ，maybe 是我真的觉得我全部里面跳最好一首歌哎 ，maybe。你在直播也跳过，手套改名已经被弄掉了。哎，然后本身也会结婚，我想说，我那时候我听到我旁边人家说是什么东西，就我听到那边窃窃私语。然后就很尴尬，滑一下，我没有滑一下啊，哪一个滑一下？要还回去。我一到后台，然后姐姐就说：“你有捡到手套吗？”我说：“有。”然后我就开始哭。等一下啦，重来。对，滑一下那里。这是我在后面，应该说我这首歌我都在后面。姐姐有没有笑你？我应该没有吧。怎么弄高、啊？第一段从中间往右边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要滑倒的歌是勇往直前。这是谁？谢谢树葡萄送新之冠。
我没有，我叫的时候我就啊，然后熊妹跟着我叫，我没有追，我没有追上去，没有跟上。气儿是气儿，真的是气儿。这首歌也送 Kiss 嘟嘟，还有张思婷，谢谢。花生糖 ，Hello。我脸很小，我脸真的很小啊。永生难忘。我在事后看影片，我想说为什么超好笑的画面。内衣。So， 这首的 OP 完完全是犯傻曲。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我有啊，我教了，我教了，不好意思。哦，超高的这个。有啊，我有听到。你今天算是超出山顶吗？居然。对对，算很上去。哎，我那时候上去了，我上去了，超棒。你有喊安安，谢谢你很努力喊。哎，你们这次那个扣喊好大声哦，好喜欢。普通福袋，谢谢人行。我们要来 Green Flash 合音的地方，都闭眼听。为什么想要听？就是我们的音有对什么？这福袋数字是多少？哎，我也想要知道哎。现在在想上手，喉咙超痛。哦，你有去烧烤箱是不是？好了，绝大部分时间没事。哎，这福袋我是可以用的吗？不能。哦，他就只是个礼物，按我按到这趟小光，对不起。好，这光线，我刚好充电哦，我现在还有87%。很专心听，想听清楚的时候就很安静。哦，我们那个。我们这次麦开超大声的，我这次有听到我自己的声音，而且是在勇往直前的时候听到自己的声音。哦，对，我跟你们说，气死，不是气死，气耳的时候，我完全听不到音乐，完全听不到，我还赞了。我们家自己哦，阿仔，嗯。好，谢谢。真的是87%啦，我认真的，他真的剩87%，不是我在跟你开玩笑。现在剩86%，懂那监听耳机了吗？什么监听耳机？你知道那个吗？耳机，很多人都说听不到，真的。你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噔噔？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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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看大家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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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全都慢，因为我在后面嘛，然后我就看到后面的人，我就失败，这应该蛮合人。啊，我一直在看你的扇子，我没有在看你的英文吧？你英文红场啊？这个吗？应该，这什么呀？不知道这什么哎，觉得某种奇怪的味道。
然后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我 mini concert 那天，然后我就说要加一讯，就说突然不见了，突然不见，然后我妹还在那说突然不见了，然后就开始哭。我说哦，那我现在怎么办？他说我不知道，可能我以后不在守的。你有看到大叔吗？对不起，你知道我整场都好好都不敢看大家啦，我一直盯着摄影师姐姐，不能弹头啦。他就这样子，然后就没有回来一天，然后隔天我在练习的时候，我在那边哭，我就哭，然后说，然后老师看我说你干嘛，我就说猫咪不见，然后我就，他说，然后就大家就一个很惊讶，然后他们就看我在那边哭，他跑去别人家地下室玩，就我们家在这边，他跑到这边别人家里面。三年摄影师姐姐，山顶摄影师姐姐，山顶吗？我一直在看前排，因为我想说，因为前排的是会放在官方 ID 的，结果呢，我都没有看我眼睛有对在镜头上面。一成晚安，没看你啊？有啊，我有看你啊。然后我还要看谁？我还要看谁？手套，然后卡瓦哥，后排的大号，我真的很努力，我会这样扫过去，可是我真的是看到一片黑，但是我真的有看到你们的人影。录影的三年，对，一直看，瞎瞎看喽，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定靠神力量，我也觉得，就是大剪刀法。晚安 ，Steven， 晚安。李威 ，Hello， 微微，是微吗？李威，山顶好幸福。那头发自己跑了没有啊？是邻居，邻居就传到我们社区群组，就说周先生，你家猫找到了。他说在哪里？在我家地下室。超好笑，但做神你是看不到。好了，就是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到第可能总共几排，可能到第七排之前都看得到 A B C D E F G， 可能到 G 排或 H 排，几乎都是恩恩熊。真的吗？谢谢林振东，谢谢追踪。有啊，你有扇子我看得到。我觉得台湾歌的那个 Steph Difference 很好笑，因为我最后看到我就不好意思，在地下室，对啊，但是你看，对，就是因为它一整个反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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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等下回熊妹一下讯息，啊，快被气死了，赶紧改扇子。为什么你要改什么扇？可以改我就黑暗牌。G E B C D E F G H I J K， 没有，对，大部分 K 跟 L 看不到。E F G H I J， 我觉得可能 J 开始就是黑的，因为那个灯很黑。拉坐你旁边，坐我旁边，你有看到吗？没有。欸，我很想认识你们的脸，可是我真的还没记起来。嗯，比较远啊，最近靠近 MM 牌。哦哦，看错场，什么东西？你没有去。什么东西？你旁边坐谁？天哪，有点可怕啊。我都在你后方。哎，欸，那要站我从第一排后面，我可能几乎都没仔细在看你，怎么办？非常适合。
欸，我生日快到嘞，我要跟大家宣传我生日当天要干嘛，二周年演唱会，你们这样记就可以记起来我生日，二周年演唱会10月9号那天放假，星期五，你看全部人自拍，自拍，你们自拍给我，我可以记起来，真的，我认真的。像现在落日下的长相，我也差不多快记起来了。那天很忙，吼哟，你们要来了，还没生日快，还没。你要去，你应该要去，太久没去，真的是不是要来？尺度太高了，什么？在自拍吗？别人都交给，很多事情要做才没办法。你们都不来，还没吧？对啊，10月9号，还有1个月左右。好啊，熊妹也傻眼。没有，我们再聊一个。好笑哦，怎么这样？你可以自拍，要吗？可以吗？你们可以自拍给我。感谢猜拳算一轮游。好啊，要来哦，娇娇 ，Hello。我刚刚也吃了3碗饭。满满的饭，配上臊子豆腐，真的是太美味了。据点 ，Hello， 尽量都要，还没生日，还不要现在不要讲，不是现在不要，不是现在不要说生日快乐，我还生日还没到，所以再晚点再说。买麦当劳，哎，我跟你们说，单抽只有恩恩被取，什么只有我被取？羡慕，雨晴羡慕的心情。那天我在哭，然后雨晴就爆了。然后邻居就说：“哎，他真的好可爱哦，他身体就很小只这样子。”然后我就，就我到底要哭还是说很好开心这样？不对，不对啊，我想是不对。小猪，现在开始不要每天要做我生日快乐，还没啊，这样可怕，我要每天要长1岁哦。我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讲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啦，到底要说什么？我刚刚讲到哪里？不要，我还没生日啦！你写给安写安生的，好吧？有句小字，我们银杏偶像啊！对，我真的，那、啊、我你怎么讲？哦，对，麦当劳，麦当劳不是出新的那个吗？那个叫做什么？蜂蜜红茶。蜂蜜红茶超好喝的，我那天去买安格斯牛肉堡，我就买那个，我就，太好喝了吧？洛梨那个吗？什么洛梨那个？好像是15，我158，8是8，很优。可是我同学跟我说很难喝，可是我觉得很好喝哎，我觉得超好喝的，还是要店家调配的不一样，因为我那天。超好喝，洛梨汉堡，感觉不够甜，真的吗？要搅很久。有啊，他说前几天是搅一搅，我这样搅，超好喝的。号称六零，我跟你穿鞋就是160，一五八比熊啊，不是185都是比熊妹高的。冰旋风加金冰，哦，我跟你说，我今天买冰淇淋红茶不算，超难喝。是那家做的很难喝，平常的麦啊不是麦香，冰淇淋红茶超好喝。今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DJ 晚，Hello。那不是很好喝？
啊，我觉得很好喝哎。超修长对不对？啊，对不起，我知道你一五三 I 吗？一五三普通吗？噔噔噔，后来倒掉吗？没有，我喝完。没有没有，它还在我冰箱里面，它有大半杯。结论是什么？我会，我可能是一号，它会跟李玲一样。我今天在买那件的时候，有个客人就说我要一个一号，然后店员就说我们这里没有一号哦，我就你想笑。愉快晚安。都差不多，对啊，今天也是融化的冰淇淋。你有没有红茶吗？48的。我今天超忙的，我今天11点就起床去吃火锅。二戒，什么二戒？哎，不是两只手是这样吗？真的有点奇怪。你别理你，谁是你弟？起床吃火锅，对啊，那火锅喝肉真的不行。我跟同学去吃的，因为我们就是要工序嘛，然后就是练骨，我真的不行，很不受控喝。对啊，不受控喝吧，可能是我今天有流汗吧。来一点48蓝的咖啡，请问是什么是48蓝？48蓝，我懂了，48蓝，我知道这样。真波爷超好喝，真的。嘟嘟嘟嘟嘟嘟。Hello， 中卡尼，中卡尼，为什么叫中卡尼？我真的不知道。中，对，我在翘头发，都播不起来。没看 MC 哦，没看 MC。Daisy， 我知道他们是在讲说若是一种饮料是什么人，而中年的表演会紧张吗？难讲。那你为什么叫安？因为我叫周家安啊。真的吗？你是松吧？那个还有人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 John Carney 是本名吗？我是想问这个，就是想问，如果是绰号的话，那为什么不叫佳佳？因为，我今天画眉毛好像画重了一点，是不是？不是，佳佳是我在家里的小名，因为我表姐叫安安。对，然后你英文名叫 John 是吗？ John 是吗？我蛮好的啊，我超好的，你知道我隔天就好了，应该吧？虽然想要偷懒就不开心，我就前几天我就说我回家看到偷懒，然后我回家我就可能看到偷懒，真好笑。都会干那个做吗？不要，佳佳安安无为何？又选择用囧上线而已。哦，原来是这样。佳佳，哎，我那时候我在喊佳佳的时候，你们很配合，很好笑。哎，周，你知道我在话剧的时候，然后佳佳上佳佳囧那个吗？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是想要让基于这个关系，所以我在外面决定不要用佳佳这个字啊，这个小名。而且我如果叫佳佳，你妹妹那边佳佳佳佳佳佳，那也太奇怪了。我那时候变佳佳，然后我因为法法当马，然后肉肉当王子，然后还没有起，我就佳佳佳，然后就佳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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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佳佳，蛮有命哦，好酷啊、哦！
他说他家庭他觉得佳佳超大声，超好笑。你这次 S 真的尴尬惨了，有吗？我觉得蛮好的啊。喊佳佳喊很大声，让我配上最近的话题了。那咒语是随机产生吗？我不知道哎、欸。这有一天我去练习的时候，一家他们就说：“哎、欸，你们那个仙女要念咒语，然后就说你要念那个哔不滴巴不滴不。”然后我就什么哔的滴巴不滴，然后我那时候也不会念。然后我刚刚在那不，我那时候在现场的时候我也是念错了。我看一下，睡美人。还是真的有这个咒语啊？有吗？是睡美人啊？我们演睡美人欸。咒语都没有人看到他，他在哪里？泡泡你在哪？这个看不到，超好笑的。好像没有哎、欸，我觉得那个滴不滴，巴不滴不，那个仙度瑞来的咒语，是啊、喔，你去查。仙度瑞拉，查到一些奇怪的东西，衍生。泡泡怎么会讲？那很难背，真的。你为什么知道啊？我。对吗？是吗？是新的。哎、欸，对。是吧？就是他要把它变成。等一下，等。哔不滴，巴不滴不。很厉害。哔不滴，巴不滴不。哔不哔不哔不，哈哈哈哈哈！我还记不住，是妈中文的。我买这个，这是什么鬼？我不行，我要听英文的。它是没有英文的，怎么办？你听那个。哔不滴吧不滴不。听那个，有一首迪士尼的歌，听。怕爆。哔不滴吧不滴不。还没插着这个。麦乱。哔不滴吧不滴不。哔不滴吧不滴不。哔不滴吧不滴吧不滴不。哔不滴吧不滴不，哔不滴吧不滴不，哔不滴吧滴不不。这怎么变？哔不吧滴不，不是。哔不滴不不滴不，一直乱念。哔吧哔不不滴不，哦不是这个。哔吧滴不不滴不，还是不会念。哔滴滴吧不滴不，哔滴不呀不嘟。哎，我真的不会念，怎么办？哔吧滴吧不滴不，哦，哔的滴吧哔不，哔吧滴吧不滴不。什么歌？好多不，哔哔滴吧不滴不，哔哔滴吧不滴不，哔哔滴吧不滴不。现在写洛丽莎的时候，高级舞台还不一样哦。
不不，滴不滴吧不滴，滴滴滴吧不滴不。听不懂感觉，看就做什么什么。滴不滴吧不滴不，不。这什么歌啊？是不是一定是抖音听到歌？是吗？你一定是对不对 ？Oh my god！ 白雪公主，这个，你刚不是说新碟轮啊？没有，因为他们都要新碟轮来配的，傻眼！哔哔哔哔哔哔哔。他的画面好奇怪啊。哦，中十倍券赞一个就中，恭喜！滴不滴吧不滴不，加速晚安，呜呜呜，超厉害的！滴不滴吧不滴不，请问这是什么新的活动啊？继续想想怎么无法上演。不会最后一次表演戏了，应该不可能吧？我很害怕耶。也太新了，什么？滴不滴吧不滴不，你是现在脑子都在这个滴不滴吧不滴不，我还是一直念错没关系，就是滴不滴吧不滴不，你去假装是这样就好了。见证了，我打哈喽。你在跳舞，跳不成这样子，居然吗？然后如果你是后面不要演戏，我就会当场生气。拜托不要，不要气的超可爱的吗？我第一次穿上的时候，哇，好可爱，好可爱。不然怎么应该会？我衣服是穿那个谁的？我是穿的，这个可以讲。真的是会生气，我想要再表演气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一三一四，嗯嗯嗯嗯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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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的富好好笑，什么富？哭你！你穿谁？这可以讲啊？穿谁衣服？应该。好像也还好，这是可以讲的。还有另一首，你什么？你说音乐后期秀，赛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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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主念日文超好笑，主念什么？噔噔噔噔，我不知道怎么有一种很酷，反正会让你看到爆哭的我。谢谢木定叶。想开一下，噔噔噔噔，知道吗？噔噔噔，不是啊，不是日本。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哎，我不知道，我忘了是谁啊？哦，小慧跟我讲，他说，你有听到祖祖念唱日文吗？我说啊，我没有。他说，祖祖念唱日文超好笑，我嗯。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嗯，苦沙利哇，然后就苦沙利哇什么，就是很奇怪。不过啊，有被米得多卡。平常念日文超让想让他打哈，唱的时候没有啊，祖祖唱日文歌都很像在用念的念日文，就你在苦沙利哇，不是吗？不是苦沙利哇吗？我唱错吗？没有，祖祖真的很像不知道念哪一国的语言，很酷哎、欸。空耳感很重。所以按钮练那首吗？我以前就会跳的、啊，可是我只会跳到。圈圈就圈圈就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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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那我只跳第一段这里，后面就不会了。我不会跳这个噔噔什么鬼的。有他，好意。哒哒嗦嗦嗦。开学还没开学啊？八三一。太高不行。嗯，安美丽晚安。我刚刚讲什么？那我先讲说台中。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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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哒哒哒哒哒。我记得它原本是这样是吗？还是这样？那人家都比我带重庆。六姐吗？哦，我记得我忘记了，好像在跳 Maybe 的，还是 Big 啊？不是 Beginner，River 的时候前面有个人拍照，什么高二的学姐，你可以拖，拖出去，真少可爱，看喽，马上开始。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想要体验看看线上教学，然后结果就没有体验到啦。你要不要手慢拍？没有吧？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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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上学，被你发现了，被你发现啊！哦，不要讲出来嘛！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暑假请太多假，请到有点不想上学。谢谢。一件自己属于自己的制服，好像有一件西西宝的 Unicorn Hello， 就是一还是有点远。那时候是不是要自己偷看 M 牌 ？M 牌 ，M 牌是在侧边对不对 ？OK，N N
头皮。因为都看 M 牌啊，因为我看到后面有人拿我扇子。对，黑牌就变脸，谢不就自己了吗？嗯，你猜啊？那现在真正放假，对啊，就只有两个半。哎，没有啊，超过了一个月左右。现在写在名义上完全吗？跟信用应援吧。哦哦，怎么了？怎么了？你为什么要笑？行熊，早啊 ，Miss 哦。黑牌是 K 牌 ，K 牌。哎，说迷你孔，你们的 label 该交了吧？我已经看到落日一笑的，还有 Miso， 落日一笑打超多的。L 换到 J，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J 在哪里啊 ？H I J K， 哦哦哦。你在 K 牌哦，原来哦，相互认识的，真的 Miso 是吧？是 Miso 吧？哎，不要飘走，快点，要交了没？没修这门课，没修，确定？卖，哦哟，快点呐、啊！然后积欠作业，各种组员又打电话。勇者斗恶龙，请问那是什么？我可能是旁边的逃跑的民众。对啊，那我刚想到金海，我会念到吗？隐含的班长，早就忘记没在写。对，没在写，真是不想写，快点写啦！快点，你知道我每天都搜寻那个 hashtag AKB48 听 TP。然后我想说，有新的 label 吗？有新的 label 吗？那这样一直在啊，走走走走。小猪 ，Hello， 快点，大家在等你的 label， 快点！哦哟，不要这样嘛！哒哒哒哒哒，哦，不要在那边装了啦，你就快交，快交。哦，好酸！那破一点，我怎么还没打？还没打什么？谁？快叫！就你啦！快点！我觉得你写蛮好的、啊，我今天看得很开心。哎呀！什么一字箱不行，不可以，太少了。你知道？你看，你知道底卡发文字数都要15字，你也不能打香香香香香香，我一定把你检举。底卡不是这样吗？不是你要凑15个字才发文。对。啊，如果你全部都打一样的字的话，你就被检举。你就被下水了。对。嗯，快复健。看我跟上一篇贴文是在哭的那个，对不对？有事故吗？就是而且上面是，因为你还没答，快点，两个字很香，三个字很香香，四个字很香香香，真香，不要这样啦，七年，有点小功夫，不然要跟陈晨抢了啦，不行的，呜、啊，我一直撞到。今天正好回家，好，哎、欸、哎，露、欸、露吧。你看哦，大
反光亮到抽不到人。我没有大反光吧？这样比较反。对不起，我今天流汗。我有点想跳这首，喜欢。我也想要跳这首歌。澳门谐星。点点点点点点点。DJ 晚上 Hello。两周年带记笔记本进场，带些笔记本。怎么新冠没吃？对对，刚刚被吃掉了。刚才出现一秒，它就消失了。没关系，谢谢。Hello， 在歌曲中给我广告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两个是香香，三个是流行乐，栗子香，哎、欸，不是吧？爱有票，我记得爸爸前几天跟我讲说，有粉丝跟他讲说，爸爸他去跳得很棒，然后爸爸根本没有跳，然后去，超好笑。我怎么选的第一位粉丝握手是叶小青？是吗？不但是糖罐吗？糖糖。晚安。可是九代上面只有三，只有韩寒，就是雨林是吗？啊，都卡，卡是应该没办法，不会是我吧？噔噔噔噔噔。上一辈的饭差不多说错了，哦，老雪 C， 屈原，哎、欸，我老雪差点跳错，噔噔噔噔噔噔噔，差点跳错，我逛逛而已，一直去返还面子，顺便看，那你要看我吗？爸爸肉肉肉，胡子差那么多，对，肉肉很白耶。Hello， 一晨。转发，转发，你看眼神好，哎，不是的。快点，我一直盯着你看，你最好要，你要看。等一下，你们让去看是不是可以把每个人都学一样？真的吗？哦，让去啊？什么？你就想知道这首了？我们不战斗，我不保证打起哇，战斗怎么讲？哇奈，战哇奈。以前不是我五年就这样。波古达吉哇，瓦奈，不会念战斗战。先什么？先斗？那我怎样参战？怎么？怎么？三修？三修？三什么？不打青蛙？青蛙？不打青蛙？哦，波古达吉哇，好笑，有 get 到。谢谢田中送玫瑰，我一直在认错的话前面，真假的？小风，我跟你们说，我前年发生很尴尬的事情，就是我在教直播作业的时候，塔塔卡哇奈哦塔塔卡，学起来学起来，包括塔吉哇塔卡
戦わない。戦わない。因为其实我念日文没有台语感嘛，就是不是至少是台语，就至少有点日本腔吧。自己讲，给我说有，有吧，有吧。我还没讲完，对不对？我说我上次我直播中，因为我之前我都没有带电脑去台北，所以我都是用上个礼拜的档案去改下个礼拜，就是把东西都删掉，然后重新打一个报告。然后结果呢，我把这周不上周报告跟上上周报告，我把上上周的报告改成这周的报上周的报告，然后结果上周的报告不小心把上上周的报告给覆盖掉了，然后我就就觉得说你的报告两周打的一模一样哦，我就说对不起，被覆盖掉了，怎么办？那我现在超后悔，为什么不带那个？天哪，我刚刚在讲什么啊？饶舌是不是？僕たちは戦わない。戦わない，有吧？是不是？你刚刚是不是在笑祖祖我？没有。哎，祖祖那样很可爱。戦わない。被过去捆绑。战又什么又是故，我真的很后悔，为什么？而且我自己觉得还没有，怎么办？你就会觉得我在骗他，可是我真的有改直播作业，我不是复制贴上，我真的有改，只是我不小心把它覆盖掉，姐姐没有看。变这么多，好，这什么啦？人气我酸了，谢谢落日一笑，好酸。正音班的人还是一定很有，我应该还好吧。Maybe， 走哪一批，走哪一批，往哪一。哇，巴布里，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念，我就说爸爸，巴布里的日文怎么念？他说哇，巴布里，我说什么？哇，巴布里。在写的时候，他送人气粉票。这次去冒险 ，Hello 草莓酱自想录音。我。彗星 ，Hello， 反正你们有想就请觉得在，其实我现在有点在想，说我大学要不要选日文系，因为我发现我除了东差的日文系，我都不想要哎，考不上，所以我有点害怕，怎么念都难念，对啊 ，probably 跟 probably， 普啊 ，probably。要不然花爸爸里你是大一什么超难念的，超难念，真的是认真难念，东差不是，对啊，超难考的啊，所以我真的很害怕，就是如果没有考上，我不会想要去其他日文系，因为其他再来的话，如果是淡差的话太远了，住下很远耶，淡差在淡水，淡水住下，我不要，你考上了？那你差吗？我也想知道，应该是考不上不是吗？被发现了。其实我很讨厌银，不是银星。我跟你讲一下来练银星的舞蹈。就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因为你知道吗？他们都会那个。
请问这要怎么打啊？哦，这个还有东海，东海在台中啊，我要去台北啊。普啊 ，probably， 如果你分开点 ，probably，probably，probably。我会念英文的啊，可是我不会念日文啊。花巴布里，超怪的，对不对？花巴布里。捷运站旁边还嫌远，很远，淡水吗？太远了啦，所以我可能会，请问四星在哪？四星在哪里？我知道这些学校，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四星，选一些稳的。哦，对，现在有一些因为那个疫情有点可怕，要小心。罗斯福路是的那个，什么是罗斯福路啊？什么？练舞就是迎新的，你要练舞，你可怕、欸。我在这个时候跳迎新。真心不在。好大 ！Oh my god！ 我妈动物都考不上了，还台大。公馆再过去。公馆大学。你在跳什么？你好像老人复健操、哦。没有跳这首，学霸哎，没有没有没有，一一二，一一二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东吴啊，因为我喜欢学他的日文，可是我觉得考不上，所以我要再找一个另一个目标。嗯，就像只有我们跳勇往直前一样，福袋也超远啊！119现在，五差它就很远啊，太远了，太远了。你们台下差什么？我研究所被取上，大学被取上。你好，你在游泳吗？有点可怕。那间在阳明山，我不考虑。没有，真的快一年，
一年多，台北大学。对啊，嗯，谢谢 Piano 家人送安全帽。哒哒哒哒。真的没什么好选，真的就剩下都差不多。我今天去练那个，就是我们要工序嘛，然后就要练舞，然后我真的很不喜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就是越工序什么都是跳韩国歌，像韩国，对啊，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就我好朋友就说，为什么不能跳 AKB？ 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听 TP 也不错啊。是你的护胸，是不是护胸？嗯，等等等等等。哎，他直接换校长。光训就光明训练啊，就是他以前的，不是吧？是那个团结，同军，就是那个国二。那我没有去过那个。其实，为什么真理笑死？好的。知道，我以后会选大众学，会小心。听说阿胖有现到现场偷练气。好像有人找代位的时候，哎，什么？什么？黄燕记错连续时间？哦，你说他电影博士吗？找代位的时候，这首很好听哎，想绕远回渡回家，男女版，为什么 B 站发生什么事了？平常没有在关注 B 站。B 站，哪个是 B 站？啊 ？B 站，哔哩哔哩。西野七濑，是吗？是。
是也是一样，我知道。它超可爱的。对。杨雄，师傅没有师傅。我跟你们说，偷来回家的时候头秃了一块，啊，被刮到。有没有一些很好笑故事？你说。什么？怎么了？怎么发生什么事？嗨，哦，我看到了。好喂，但他偷拿头发怎么被刮了，然后就他秃掉。我看到一些很可爱的人，他就不要这样嘛。手上没他的头，他头什么手上？在开心上，哦，他超可怜的啦，对他受伤。你看他画的，受伤，好可怜。下个月比较好。我很喜欢带他去看医生啊，然后我爸就会说没用啦，他会自己好。谢喽。哦，我嘴巴好痛，那骨钉还在戳欸，他已经痛一个月了。他已经破掉一个月还没有好。佳玉呢？两个都很可爱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会很跑，当然就怕什么。对呀、啊，我也觉得很可怜哎、欸。涛涛昨晚上四点的时候跑到我床上来跟我睡觉，超可爱的。然后我就盯着他眼睛看，然后就被攻击了。对，我就被攻击了。Hello， 豪哥，豪哥晚安。听说豪哥会跳 Maybe 是吗？是吗？听说，是吗？Maybe， 哒哒，对啊，被偷懒摇很怀念你，不是因为很久没有被偷懒摇了。嗨，就是觉得，因为我上个礼拜一整个拜都在台北，就待了一整个礼拜，然后就很没有，很久没有见到他。哦，是偷懒，他记得我，他还记得我，好感动。哒哒哒哒哒。豪哥威武，芜湖抢走我床位，喂！斯德哥尔摩症什么、啊、？My name is Lita， 怎么念啊？他，沙拉他法哈他 ，from Brazil， 巴西 ，Bra。Brazil， 巴西。哦、oh, ，I'm from Taiwan。很难要两条双长音，不要这样嘛！人家叫他不叫多利好吗？谁讲的？外国的朋友，对啊，居然，可是我不会念他名字，怎么办？我不会念他名字。She's a dancer and singer. I'm from an AKB48 TP in Taiwan. The girl generation in Taiwan. 你这样讲。
讲的哎 ，I'm fire， 为什么？哎，不是吧？他自己讲说他来自巴西，他写 I from Brazil， I live in Taiwan， 是外国的朋友，朋友啊 ！Oh my god， my English is so bad， 怎么办？你的蔡英文，求救小易，求救小易，怎么办？怎么办？我不会讲英文啊！不要想太多。来，安安跟我念一遍 ，Sorry，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Sorry， my English is very poor。谢谢。怎么办？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行不嘛 ？Hello。没差了，没关系啊。没关系，没有。我们做人要有些自信。We are Taiwan Girls Group. We.手把掰掉不是啊塔利塔 OK 怎么办啊好哟好不会的学过嘛怎么办啊照常就好不是我第一次有这种外国人来看舞台Don't panic， 请问什么是 panic？ 我不知道啦。刚好 ，OK， I do use I am from Hong Kong， Hong Konger， I'm Taiwanese， 这样吗？你以为猜这个吗？你们没办法救我，也没办法救我自己，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继续我们原本的话题，我们忽略这件事情。Introduce myself, where I from? Oh, oh. 没关系 ，Goodbye。继续话题，我们要讲哪里？什么？突然发现英文很重要。笑死！人家早就走了，这样太好笑了吧？没有，他没有走，他还在啦。So if I heard when I was in I'm from Taiwan， 是不是？睡觉，我想要捏他脸，所以我一定会被咬，超好笑，就搞不人，对啊，会来看我台，通常不是都会，你叫子萱 ，Annie， 呼叫 Annie， 对，我要当做他会中文，7-1。被吓死！我说怎么会这样？现在在想，我都在想这件事情哎，我还没想，因为，他什么？怎么办？哎，我已经没事，不知道是都先不要讲。哒哒哒哒哒。哦，大家知道我有改时间对不对？
萨提，嗯，你根本就在那穿起装，不行吧？我们应该没办法穿自己的吧？啊不，我们应该在这穿自己的吧？装备，你给亲友票，哈？缝合，改这个，对我改礼拜六，因为我礼拜天突然有事。那我直播改礼拜六，大家记得哦。我是改礼拜六。And welcome to the live stream. Watch this lovely girl. Wow. Thank you. Thank you, 小易。谢谢田中送的玫瑰。行程取消？哎，不是。哎，你们该做的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情，还是要忙？我直播随时每个礼拜都会有，所以别急，别急。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大家突然有事情？没有啦，没事啦。Just 练习，礼拜六希望可以看。我不知道，因为刚刚有个 international 的朋友来看我直播，所以我们就 change 我们的 language to 那位朋友。然后躺在床上滑手机的心情，要睡到晚上直播。哎，我晚上呢？为什么突然开头痛？你说我的 English 吗？四五跳的行程，好忙哦！突然觉得自己好忙。对，偏偏我英文特别烂，怎么讲啊？太过分了吧！晚上睡什么觉？要追动漫直播，拜拜！哦哟，才两个小时，你可以牺牲一集24分钟，三集、两集就48分钟，所以你就算你一个小时勉强只能看两集，那你这样两个小时，你就牺牲5集的时间嘛，对不对？才两集，才5集而已，五集。慢慢追，你可以快转5集啊，一集假如说24分钟，两集就48分钟啊，一个小时就是60分钟啊，48加24就超过啦、啊，所以等于说，所以120分钟除以24，你就大概只能看5集啊，5、4、20、120、6集，5、4、20、120、150啊！哎、欸，怎么可以跳过 OP？ OP 曲怎么可以跳过？稍微都跳过。就是歌曲啊！你要追哪一部？跳过太正确了。居然吗？谢谢看我，对不对？看我啦！动漫一直都会在那边，它不会不见。可是我直播没了就不会不见，你没办法跟到我的 live，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你再下次来看我直播的时候就，怎么会这样？对不对？牺牲两集。哦，你们最近在看什么剧？最近都没有剧可以看，怎么办？也有 fine 把打成 fire 的粉丝呢， I'm fire， 我刚想到谁打成 I'm fire， 你想说我火了，对不对？看我，可能我们学校粉丝可能会出人命，可是你跟不到啊，干嘛不见？我是不会不见，可以看灰姑娘，
比不滴巴不滴不，比不滴巴不滴不，不半折哦，半折指数二对不对？我在唱什么？噔噔噔噔，挺少入坑的、啊，刚才也跟我们讲，我礼拜六，啊不，我礼拜天要检定耶，怎么办？我钢琴，好可怕哦。对啊，我决定一件事，你知道吗？我决定我这次检定不过，我不检定了。我觉得我可能，我其实我有点想要就是长干钢钢琴暂时休息，因为真的太忙了。太忙了，真的。练了吗？有点可怕。对啊，爱情领域。一次一千呢，就我上次没过啊，就怕。什么？哦，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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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起来！冰棒投票，投起来，投起来，投给易云，让我们易云顺利出道，不是啊，顺利出单曲。也是那样过，没有啊，我是现在才要搬啊，所以我想说，因为我觉得我之后过不了，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学，没有放弃啊，你也在学，真的假的？没有，我已经学了很久了，我从幼稚园开始学，先拜拜，好，先投票投票，不是啊，可是我真的没时间学，你看我一个礼拜要播四个小时的直播。四个小时，你一天最多三点五，所以你等于说一定要播两天，所以两天直播，这样就没时间啊。我觉得我太忙了，然后我平时还要练习，没时间。有，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感觉不检定也怪怪的，检定也，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学习的证明。看一下哦，我真的下礼拜超忙的，一二三四五，哇哦哇哦哇，先少爬一次，我每天都在爬，怎么办？叫小弟带你靠，他比我惨，是。那你会给你什么东西？姐姐今天考过检定，我觉得考检定就是一个对自己学习的一个证明啊，就是自己学习是真的有一个往上，不然就是你一直卡在这边。对，好忙哦，一二。哦，我下礼拜居然两天都播假日耶，两天假日，哎，好难聊，没关系，我只是比较尴尬而已，是一回事吗？嗯，快点投给四十九啦，十九啦，必须，以生田，生田为目标，生田是什么？生田是什么？少年已经放弃了。好，一直要去音乐模式。嗯，还是有啊。投票投票，冰放投起来。你大哥逃了个去。你大哥。哦，生田惠梨花是吗？
飞机酒店，然后拼车好多人。检定，我们现场三个吧，三个。电商就每天都想，呜，我没办法，我们 TV 太多人才了，我可能要找其他的。噔噔噔噔。亲口跟我说，下次吗？四单吗？四单握手会，你是人才啊，一表人，长得一表人才。要跟以身体什么什么钓鱼方面，什么脚比斯库啊，什么四顾人才。One, two, three, four. 天麻油真的超可爱的。小提琴先不要。我们要偷偷 diss， 真的很可爱。转跳，好，跑跑，一二，哒哒哒。不可以好呀，你说 one two three four 吗？大家记得哔不滴吧不滴不，什么？这边喊空喊超开心，自己来走来走。你说我小爱情，我不要这样嘛。北极星晚安，我电脑没电了，可以帮忙充电吗？没电了，不要再躺我床上了，起来！我知道我躺床很好睡，躺，快点！我手机还有27，我要去换手机了啦。你知道小助理他换手机耶，我都还没换。用多久啊？你才用比我多5天而已吧。最好。2天，1天。明明就是你换完隔天我去换的。最好。真的真的。没有。有。我是。可以先按事故再充电。没有，绝对没有。我是2018年初。对，我也是。是吗？对，我也是。就这样。对。嗯。对啊。你要不要啊帮我充电？当当当当。我说电脑哎。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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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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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真吗？九蛋，你认真？干安呢？不小注意赢，没有赢。哎，不是吧？哎，赢什么？啊？他们都说他们支持你。好，谢谢。对吧？不是。成全。你们都支持小助理，太过分了。后来刚上来。那我不懂。那电脑给你。看起来小助理粉丝。偷啦。偷啦吗？你现在电影根本无法去如果也剩小说。你要我怎么讲啊？没法跟你讲他是谁、啊、哦，不然你会突然打这些。但他是支持我啊，因为他不给小助理抱，他只给我抱、嗯、哈哈，笨蛋偷了不要乱跑哦，可爱没事，我刚刚看到一个可怕的东西。什么？哎，你 IG 借我查一下东西。小账吗？你的？嗯。这个从自己先看。这个是有追那个。你说追那个？对。好，我不是，我不知道查他，等一下，有点可怕。你不要那么安静，我会觉得可怕。我也觉得可怕。哦，好，没事，还你。没事。你查什么？不是我的啦，小助理的。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鞭炮。是外面的声音。没有，我跟你讲，我们查水表，我都直接，我都用我那个账号去查，呛到。我无法啊，偷啦！所以刚发生什么事？好喝？没事啊。很严重吗？不严重。那你等一下跟我讲。当当当啊！哒哒哒哒哒！今天看阿表很开心，第一次来看吗？居然！怀，谢谢怀怀手心之冠，好呆，好呆。哎，我这次表演我没有紧张哎，我真的很用心的再去感受那个气氛，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没有这么紧张，真的，我真的是没有那种，然后就觉得会跳出的感觉。我那时候真的是啊，跳出啊哈的笑，安安都不猜。嘴表吗？你吗？我晚点就查了，好吗？我是小东的张凯娟，可爱真好了。
都有顾好了。你们要看偷男吗？等一下哦。会。卡哇伊哟，卡哇伊啊！哈哈，对不起，偷男。你贴，怎么像个白目一样？你呀。白猫站是不是？开始接受了。我跟你说，我的孩子太长，孩子秃头头的，他没有秃头啦，就只是有个小洞而已。算了，他在开门呢，可他开不了，他一直在这边拨地板的。我没有虐猫，我没有虐猫，我没有虐猫。是他很像我吗？动保会吗？动保会，我这么绿吗？哎呀，昨天在我房间睡得可爽了，因为有我的爱戴，哈哈，对啊，很好哎、欸，你们都不知道，我没有他，真的平常只有我抱他好不好？我是说真的。你们都不相信我，哎，你们的会怎么都是那个会 ？Q 卡，为什么是 Q 卡 ？M 停，哈哈，M 停。偷拉实力打脸，偷拉你怎么不怎么不赏脸啊？那个Ben有点大声，什么？你看我现在叫我们？没有。可是刚有人说那个Ben有点大声，我不知道他说什么。Ben虐心真真臭，你是故意打那个针对不对？你讲音乐。QQ 后援会会长，原来是这样 ，Q 卡，原来是这样哦。你的饮料拿走，你打错了，对呀、啊。突然不知道要做什么，没有音乐。是，QQ 很可爱，虽然我没有看过。拖下去睡觉。一二三，躺下去。躺。好可爱，好像一颗球。你要当会员？大家都很会哎、欸，太会了吧？看你，我就这样一直盯着你们看。Q 卡叫起来，张卡要改了吗？是什么 ？U G E， 我想见你，你们都这样，我都没办法跟你们谐音，我只能安。安，哦，快来加我好友，加，什
什么啦？为什么咪呜会这样？咪呜，所以是这样，咪呜，呜，咪呜，鸡，鸡，一，哭，是吗？那我学是这样，三二二一，开，加好友。朋友，你们都这样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哎，你真的好可爱。明天怎么没有谐音呢？有吗？有。哎，我好久没有在这里直播了，不知道什么感觉。突然加好友哦。你要加安安好友被处理，停一下啦，各位停，到底加一下，快点，你们互相加一下，想找安安，好想吐槽一下海鲜粥。那最近发现我家附近的新大陆有一间稀饭店，发现他的新他的粥品有我。发现更胖的啊，不是更棒，是更不是更胖，是更棒的我好吃的粥，在欺负你，啊啊啊！伊多西沙瓦，什么是伊多西沙瓦？伊多西沙瓦。哦，前几天麻油跟我分享，他说可不可可不可的，因为可不可的。他的英文写 K 不 K， 然后他就说 K 不 K， 跟他说什么是手，什么毛很多，更胖的粥，更好吃的，嗯，不是 Q 卡是脏啊，更棒的，啊对啊，我说伊豆西少啊，这日文是什么意思？有这个意思吗？现在欺负安安吗？不可以，不可以啊！怎么可以？啊，哦，伊多西萨，哦，原来是爱的意思。还好你们胖，我也不胖哎、欸。那天品牌是，我就说，我不是说我要去买麦当劳吗？他就说，说你可以吃啊，反正你吃不胖的。他就说。然后我就说你也吃不胖，然后他就问我，他就说，他说我也吃不胖，就我们俩同时讲，我就变成都吃不胖，然后旁边妮妮就傻眼，因为妮妮那时候跟我们一起走，爱的程度，爱意，你到几分了？59了，好的，杨雄送我心之冠，谢谢。啊，等一下啊！不要走，对不起，我只是想要把那刘海弄开。他回来吗？他回来吗？心之冠，心之冠，心之冠。啊！谢谢杨雄。脚做好了。脚做好了，对不起。脚做的没有丑。没有丑。谢谢变成，谢谢你们送新帽一元。在心理床上，差点跌倒吗？没有。腿软。没有，就是一个下床。哦，你都不知道这样做多久，脚会很酸。因为我床上直播的很奇怪吧？哪有人在床上直播的？然后去欺负偷懒，看到就想欺负。你在笑什么？第十名是加速，谢谢。第九名是易德，第八是易成，他们的都是一样的。第七名是变成谢谢柠檬，第六名是皮诺加盐，谢谢。第五名是钢铁阿芬，是我的气味哦，谢谢。第四名是傅伟哥，
第三是啦，第二是 DJ， 谢谢 DJ。第二名是第一名是落日笑笑笑笑笑，谢谢。真懂，因为他就是追星族啊。后羿送人气选票，谢谢。噔噔噔，你知道我们你家这两都在跟双子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我床太软了，如果我在上面直播我会。不是，哪有人躺在床上直播的？不是，他坐着也很奇怪啊。因为我床很高。太居家。对，你看我现在看过去的话，床大概到我的这里哦。可能大概有，是大概是有80公分，80公分，我不止哦，哦，这应该有100公分的，直接睡眠，没有，我跟你讲，我最近都睡不着，可是我床真的很软，是那种，就你知道婴儿在睡那种软很软很软的床，我不知道哎，就是小朋友在睡会很软软床，嗯。还有一次躺着直播，哈哈，这样，嗯，躺着吗？哎，你们现在没有收到7月了？7月，哎，7月我没有宣传呢。沙安，沙穗安，三岁吗？我昨天晚上4点多还在睡觉。就睡不着，因为滑手机滑得太晚。你在滑什么 ？FB。现在滑 FB 也还好。真的吗？很多人都说不会，谁会滑 FB？ 我啊。我每天都会滑。我也是，我觉得 FB 很好看，就可能是老人吧。我要关喽。毕业的都还没。8月到节点还在说，对不起，对不起，时间。过得有点奇怪，6月的还没收到，6月什么？哦，都快开学了，你快开学了，对，我快开学，我还有什么3个两个礼拜？什么？6月是什么升学啊？5月是护士。8月是睡衣，7月是毕业生啊，啊，毕业生啊，学士服啊，哎，哦，这我已经签完纸笔，我这早就签完了。对对对对对对，开学，暑假作业，没关系。我想要交上学期的作业去。1000字我写不出来啦。那9月的是什么呢？9月好像还没到哎，我不知道哎，不告诉你。买了什么放弃诊所宴？你要买抽？你有抽吗？1000字很可怕哎。但10月是什么？10月好像是我生日哎。送了1000字我不行，哎，我正在关着呢，没关啊，9月军人节升旗，太可怕了，怎么会是军人？怎么会变军队嘛 ？TP 军队，我关了，我要关了，我要用，关了，10月长，噔。我要关喽，关，拜拜，10月，没事，我啦，10月9号，你们要记得，周年，记得这样就好，拜拜，拜拜。